我之前就完成了大學的關於土木工程及結構的一個學位，但是我完成了之後就發覺其實我更加鍾情的是產品設計，於是我就去了 HKDI 度報讀產品設計的高級文憑課程。我在學校的期間就很開心可以參加了一個由 HKDI 舉辦的關於社會設計的工作坊。在這個交流的過程當中就引發到我有一個設計的概念，就是關於這隻雲鶴的。憑著雲鶴這個作品，我就贏了由香港設計中心頒發的香港青年設計才俊獎和獎學金。希望可以藉著這個機會就可以去到一個在巴塞隆納的 La Grana Design 公司裡面實習工作的。